上班之后过来看我们本地的乐队的演出。现在因为办演出都很不容易到，所以还是很感谢大家来看我们三支乐队的一个拼盘演出，谢谢。下一首歌，太帅了！下一首歌，我需要一个朋友上台，来跟我一起唱。谁呢？他自己说他要跟我们一起唱这首歌上台。今天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群里的有没有自己人群里的小伙伴？那个叫菊秋啊的那个。下一首歌，仰望星空，准备好没？